和大家。姐姐冷吗？冷。姐姐，跟石头打个招呼吧。你是在看剧本吗？嗯。这个角色能跟大家透露透露吗？就是想，从这个想为主体的这么一个戏，就剧本写的挺好的。嗯。挺想的美。裙摆有点太乱了，这样。自己还能做东西。年度口碑演员刘敏涛。姐收工了，高兴不？太高兴了。辛苦你了，姐。辛苦你们了。